亲爱的各位广东考生和家长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西交利物浦大学招生与就业发展办公室副主任王大伟。建校以来，西交利物浦大学以独特的办学理念和高水平的人才培养质量，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认可，被誉为中外合作大学的标杆和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探路者。2021年，西交利物浦大学继续在广东省实行高考基础上的综合评价录取模式，继续探索科学的人才评价和人才选拔机制，继续坚持以大类招生为基础的录取模式，分别在物理和历史方向各设置一个专业组，供广大考生选择。一个方向只设置一个专业组的模式，真正做到了以学生为中心，有效降低了考生在志愿填报中的复杂度以及难度。此外，2021年我校在广东省的招生指标在去年的基础上增加了30个，进一步满足了广东学子对于高质量国际化教育的需求。西交利物浦大学采用中英双重教育管理体系，保障了一流的教学质量，大学所有的课程严格按照英国质量保证体系进行，符合英国教育质量的评定标准，同时也满足中国教育部对于学位评定的要求。学生本科毕业可获得西交利物浦大学学士学位、本科毕业证书以及利物浦大学的学士学位。在严格的教学管理体系和国际化的优秀师资的双重保障下，西交利物浦大学的众多院系和专业获得了国际权威认证。这些认证既保证了国际一流的教学质量，也提高了毕业生的就业竞争力。在这个由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师生共同组成的学术社区内，西交利物浦大学将教知识的大学变成改变人的平台，帮助学生在竞争激烈、瞬息万变的社会中获得成功。2020届本科毕业生，超过86%的同学选择继续深造，其中38.1%的同学能够进入到 QS 世界排名前10的顶级学府。80.36%的同学能够进入到 QS 世界排名前100的世界名校。年轻的西部学子和毕业生及西部校友，不但拥有国际化的视野和优秀的职业素养，更具有突出的领导力和创新意识，近年来在各行各业中不断崭露头角。选择西普，拥抱世界。2021年9月，我在西普等你。